好，我现在要吃冰淇淋，有两种口味，有草莓，还有 vanilla。啊，草莓的英文就是 strawberry。现在我们就开始吃吧。现在是夏天，所以很适合吃冰淇淋哦。口感如何？口感是有点酸酸的，比较有草莓味。甜甜的，也甜甜的啦，酸酸的甜的。那大家先等到我吃完草莓冰淇淋吧，等我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我弟，他刚才肚子痛，然后想要我们全家吃完冰淇淋之后，然后他就不痛了耶，很神吧？他也是在开玩笑。那个就是我了，肥肥的弟弟。哦，对了，谢谢你观赏我的这支影片，希望。你这是手姐姐。希望你对这支影片会有。姐姐爱放屁。会有就是很喜欢这支影片的感觉。拜拜。拜拜，露露。